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还有我们的香辣脆，太香了！大口吃肉，大口嗦粉，嗯。特意搞了这么一个羊棒啊，对的，来配米粉吃。其实咱们米粉随便配点啥都好吃啊。对的。配着这个香干炒肉，超级好吃，不比羊肉差呀。嗯，太香了。太美味了。开饭，焖的这个猪蹄，清炖猪蹄，
拜拜。这里面有藕片，这个粉条是宽粉。嗯，好吃。还有土豆片啊。土豆片、莲藕。对的。豆芽、杏鲍菇、木耳、豆皮、青菜梗、胡萝卜粒。哇塞，把它这个粉条挖出来。这口味很好啊。对。这个汤也好喝。夏天一收到我就吃了一碗，太好吃了。嗯。嗯。方便哈，马上饿了搞个宵夜吃一下，很不错。冒菜的诱惑力是很大的啊，对的，就是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了。这还有杏鲍菇，自己在家里面开水冲泡一下，红红的汤底好有食欲啊。嗯，分量又足，吃饱没问题。可以把四川冒菜带回家，它的那个链接就在那个视频的左下角。嗯，一个。对。嗯。是吧？太香了啊！香啊！嗯。再一口，你们嫌它长的话可以掐断一下啊。嗯。嗯，太好吃了，豆香味浓。然后豆皮是这样子的啊，一包是240克，配料表只有优质大豆跟水。不使用防腐剂，不使用添加剂啊，也是随油炸的。它这一根，它这一包可能就25片啊，25片的话吃2餐没有问题的。嗯，那像我不吃啊。对的。用冷水泡2到3分钟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放火锅里面这样涮着吃啊，超级好吃，放个3-4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太好吃了啊！好吃。嗯，太香。是。好香啊啊！大家拿回去就这样涮火锅吃啊，涮火锅首选，还可以炒汤，然后放个煮汤都可以啊。对的。嗯。天气凉快了，咱们就拿来涮火锅吃。对，咱们这个豆皮的话，就是配料干净啊，吃过的人都说好吃。嗯。说不好吃的他不一定吃过啊。那个视频的这个商品的链接放在那个左下角。嗯。